桃园出现大天坑，八号疑似因为地震加上台风大雨冲刷，桃园大溪大英路769巷附近，这道路是严重坍塌了，坑洞大约是有25平方公尺。而初步检测发现，是因为水管接续阀脱落，造成水管被冲破了，也导致路基掏空，这也让附近不少住家都是无水可用的状态。预计可能要等到下午4点才能抢修完毕，恢复供水。路面出现一个大洞，原来是自来水管线破裂导致路面坍塌，施工单位紧急抢修。大概这边大概多久没有水可以用？大概总分6点了，现在民众跑出来关心，因为家里突然停水好一段时间了，才发现因为管线早就破裂。而事发地点就在桃园大溪大英路，从百号起到大溪莺歌交界的大英路沿线，目前都有停水状况。这边要生活啊，不然柏油怕会掉下去，柏油坏掉的地方切掉，然后到时候再来打柏油。25平方公尺的大坑洞疑似受到地震加上台风来袭大雨冲刷影响，自来水管接续阀脱落，造成干管内自来水冲破水管。目前已经关闭治水阀抢修管路，但预计最快要到下午4点才能恢复供水，等到台风过后再填补坑洞。记者林柱强，桃园报道。